气死我了！本来想跟老赵在家一起健身，以防长光标，结果，哼，你好，哦，姿势要标准，哇，大哥，你的肌肉很大块耶，哦。你看什么了？肌肉还大块？你到底干嘛的嘛？他和我的免费云私教学健身。看看，你看上超课 APP 搜健身，超多全国一流教练的教学视频，全部都免费，视频和图文双展示，左滑视频还可以查看分布教学，手把手的体验，一看就会。那么简单一懂，刚刚还想跟某人一起练呢，还是游戏比较重要。不玩了，不玩了嘛。以后要是再这样，等你老了，我绝对要推着你的轮椅去让你看，我跟别的老大爷一起跳交谊舞，那种翻滚，还有180旋转的。我坚决改正，真不这样。李佳。每天都跟你在一起用花课 APP 健身，就是你能不能以后换个女教练，不然我老吃醋。那你就不怕我会吃醋啊？我不看画面，只要声音好听就行。声音好听是吗？哦，对，我开玩笑。